家好，我大刘，赶集了。严格来讲，这叫不应急哈。就前段时间我在平邑的同事，赶个集，当时吧，我说是成地方的，所以说哈，向同事的大姐哈说声对不起哈。但咱同事，为了尊重一下地方的大姐哈，今天来地方赶个集哈。我今天来的比较早哟，这地方哈人都刚开始出摊儿多，过来办事的，走这地方，早起还没吃饭哈，过来，赶个集吃个饭。我说我这在上边一看哈，这个集很大哟，就能看上哈。这后边桥上也是的哈，粉条多少钱啊？这个粉条是那就四块五，不老实，应该是木薯粉，但这是外面哈，虾皮的、海鱼的，我想买点菜的。看还是不是买什么呀？哎，怎么没酱的？绝对看看这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豆皮。这种豆皮，老实的。哎，他你这种豆腐跟那种豆腐有什么区别？他这个俺这个带盐的，好倒热汤一桶也能吃。比他这个豆皮非常筋道呀。这好吃啊！这种豆皮哈，在临沂吃上豆皮，要么就是厚的，就跟豆腐似的厚的；要么就是比这个还薄，这个带盐，就这样吃都行。多少？四斤啊，好。再让一个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哎呀，早起那么冷。那是都几点了？那都不好。这几个小吃哪个好吃？地方的丸子汤。啊，丸子汤。哪家丸子汤好吃？那边哪家？老干家的。大哥，老干家味也香。哎，他是吧？对。四块啊。谢谢啊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哎呀。你认识这什么东西吧？米粒糊子。哦，多少钱一个？要一个就一块钱。两个呢？两个一块五。三个多钱？三个两块啊？那两块钱的。哎，老板真会做生意。有一个是开直播的哈，过来看人家哈。你往回得跟人学的，你看人家。啊？没那么老啊。哎，干的豆腐呢？大爷，你是天天在这儿出差？哎，每季都出。每季都。哦，好，谢谢啊，好。你怎么？你好，OK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那个色码怎么扫？看人家，你看吧。天傻巴赖地的，不知道干什么的，现在。差点吃个豆腐没给钱啊。据说东边这家丸子汤好喝。一碗丸子汤嘞。这边人都起来很有狠劲的。部门要不要一刀？早晨这一吃，你说得力不得力？来，咱吃吧，已经上来了哈。丸子。我以为他这边没有豆腐，我还买豆腐。这丸子还可以。先吃个饼吧。大饼。姐，走过路过，你找个四点，机会难得，全场买啥都两块，随便挑，随便选。这两个豆腐不一味，这个豆腐馅。你买不了吃亏，加钱甩卖，全场卖两块，全场卖两块，买啥都两块，买不买没关系，兜里瞧一瞧，兜里看一看。这丸子怎么弄？全场卖两块，都卖两块。他弄的丸子不小。好，谢谢。丸子就是这样的。是这样的。他这是应该哈，用淀粉。炸出来，炸透了。他的丸子是炸的透透的，一时发香。本店赔不了吃亏，两块钱也买不了上当。真正的物有所值，吃了发便宜，买啥发贱，都两块。买啥都两块，卖两块。两块钱处理，两块钱甩卖，买啥都两块，买啥都两块，全
如果这回是四年左右哈，就打击上全部。机会难得，这我都没去。八点钟啊，谁家不起来干打击啊？好冷好冷的，我这鼻子冻的，叉叉的。买不买没关系，但我得尝尝。但我得尝尝，本店人常备款。这顿饭吃太香了。我非常适合吃这个豆腐，这豆腐放热挺好吃。我之前还放在里面放地方，我感觉放在里面这个豆腐这个好吃。两个饼，加一汤汤，一碗丸子。吃饱了，多五多钱？三块。俺娘吃个饭哟！尿。打电话了。哦，我这就过去啊。好嘞，好。一个出来的给我打电话哈，说我车挡人出事了哦，咱得赶紧给挪开哈，你得做生意哈。多，抓紧，不敢了，多。哎，你好，是大夫，你出事了是吧？没事。不好意思啊。啊，你等。好。我说，这个鸡就赶到这了吧？我把车一挪开就走吧。咱不得赶了。这期视频就到这吧哈。喜欢的哈，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拜了个拜，伙计，拜拜哈。拜，大夫你挣钱了啊，走了。